下来要看乐乐咯，因为他今天first birthday 呀，多么高兴呢，可爱哦，他好调皮，好活动啊，啊，跑来这边又去捉弄妈妈，很惊讶，为什么会虫这么小哦，这么小哎，一个毛都没有呢，长到现在这么大了。我们大概半年前有来过，因为他小孩子刚好一岁啊，然后来带他来看，然后现在再来，我长大了了，长很快。这么巧，我也没有想到是今天他的生日啊，就是休假带小孩子来看啊。我们是每次来这里，然后有时会碰面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有联络了。交换号码，然后就share一些比较特别的照片。衣服是那六位女主演他们设计的啦，然后他们就在问说要不要今天大家穿一样的衣服，然后戴一样的口罩来这里替他庆祝生日啊。我可能一个月来最少一次还是两次最多的，就好像人的小朋友这样啊，就长得很快了。我们非常引以为豪的宝宝长大了，然后我们好像他的亲妈这样，所以真的是很感动啊，对，很开心，因为我们很喜欢的一个熊猫，有好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，所以分享的快乐应该是加倍的快乐吧。